哎呀，糟了，大人。你怎么这么不小心？跳过此处不就行了？对不起，能再换一张吗？这出什么事了？啊？放心，贡举都是实行誊写制度，你们的试卷会全部被誊写，因此无碍。一开考就感觉这么不顺利，哎。这是怎么回事？这里面一定大有文章，难道我被私托了？不会是马大人？果真是这样，我该怎么办呢？开考。你怎么如此多事？大人，就请让我见见马大人吧。糊涂，世子应考期间怎么能见主持者？不怕被人怀疑有脱考之嫌？对不起，是草民没想周全，可是草民的确有隐情，需要向马大人汇报。有什么隐情，事后再说吧。草民要退市。哎，马大人呢？马大人，你先在此等候。哦，徐大人，请进。好好，徐大人，你夜间暗地之条，并非良策呀。本考官看他白天应试时心事重重，您知道，如果他真因此发挥有误，我纵有心也无力保他。本想寻机安慰一下，没想到这孩子……哎，待会儿那孩子就到了，咱们得赶紧想个对策。果真是这样。糟了，马大人带考官从后门进入，怎么也没提前和我说一声？马大人，卢哥已经带到。啊？草民卢格万分感激马大人一片惜才之心，有朝一日卢格成才，定当涌泉相报。你这有朝一日是何意？你真的要退市？大人，草民若因私托考取，实在愧对天下赴考士子和他们含辛茹苦的父母，也枉读圣贤经典啊。你，况且草民听说朝廷禁止考生和考官私结师门朋党，也禁止大臣宫谏主请，草民深知您并无此意，只是生怕连累了马大人您呢。你，哎呀，你让我说什么好啊？草民自知辜负了马大人一片苦心，可实在无奈，草民对不起您。孩子，快起来吧。其实本官如此做也是无奈，如今托请之风甚重，很多碌碌之辈乃至狐朋狗党，或出身权贵，或攀附名流，早已阻塞了真才实学士子的上升之路。像卢哥你这样的无门之辈，纵有一腔才华，也难有出头之日。本官也是无奈而出此下策，只为保住良才呀。马大人，本官早已看出你满腹经纶，为人谦卑厚道，又胸怀百姓社稷，将来长大必是难能好官，如埋没于蝇营狗苟中，实乃大憾呐。马大人对草民这番深重的知遇之恩，草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。可往圣先贤教导我们，为人处事要坚守节操，不同流合污，所以请马大人放心，世俗流变，但还请相信天道无亲，自有公理。悠悠鹿鸣，食野之苹，我有嘉宾，鼓瑟吹笙，吹笙鼓簧，城匡是江，人之好我，是我周行。大人，鹿鸣宴马上就要开席了，待会儿高中的世子就都要来赴宴了。你说这事后常例的庆功宴为何叫鹿鸣宴呢？这属下只是听说此宴因歌诗经小雅鹿鸣一篇而得名。悠悠鹿鸣，食野之苹，我有嘉宾，鼓瑟吹笙。大人，您
唉，不知本官的嘉宾现在如何？您是指卢格？属下这就替您去请。只是这卢格莫说高中士子，连参事士子都不是，按理是不该。本官欲特邀卢格参宴。驾。大人，卢格已往深山静心修学去了。两年过后的贡举，卢格归来复试，登第一，直至进士及第，年方16。旧时科考，亦有通晓门路，会通关节，无事公正，与今诸多大小环境并无两样。我们是否也能像卢格那样支持进行，连退有守呢？社会公平公正的秩序需要我们每一个人的维护。各位慈悲的神明菩萨，阿弥陀佛。每一个人都知道，一切快乐来自于利益众生，一切快乐来自于帮助其他众生离开痛苦。所以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一个最方便的方法，就是什么？把佛像、把经文、把咒语印在帆布上，刻在石头上，随风飘。风吹到哪里，三恶道的众生就离苦，风吹到哪里，这里面就有三宝的加持力，当地就可以消灾延寿，就可以圆满，就可以满愿。所以中华印经协会生命电视台大量免费的制造很多经幡、咒语、佛像，到处送给人家，挂在车上，挂在山上，挂在任何地方，让佛陀的教法大慈大悲弘扬在全世界，让这个世界消灾难。所以大家多打电话来，我们就把繁旗寄给你，也多护持印经协会这个大量制造三宝风马旗的功德。阿弥陀佛。护持账号19658482，19658482，户名中华印经协会。等等下
相传，过万年安，素灯过热传。我们相聚，佛陀召唤而来，曾在莲座下。在彼岸，心怀大悲愿，世事变幻，痛苦交煎，同登涅槃山。生净土，成佛度众生，
电视台。接下来请收看长老发育。梁玄帝，梁玄帝大定年间啊，那么这个梁玄帝大定年间呢、啊、就是叫做后梁，而这个后梁继续呀、啊、有33年的历史啊，一直到隋朝开皇7年呢、啊、才被隋朝灭掉，那是因为他投降于北魏，就是后来变成西魏啊，那么又成为这个后来的北齐北周之类啊，那个时候